你们很好啊。本座允许青崖山三千鬼众破事出谷，本是为了捉拿吊死鬼那厮，夺回他偷走的琉璃甲。如今，你们连吊死鬼的一根头发都没找到，乱七八糟的事儿倒是干了不少啊。你们操办了三桩喜丧，掘了丹阳派的后，灭了镜湖派的门，杀了泰山派掌门，还公然抛尸挑衅五胡盟。短短三个月，便将鬼谷和五胡盟维系了20年的平静毁于一旦，很好，很好啊！谷主恕罪。罪？你们以为我是在反讽吗？我是在夸你们呢。虽然这3个月正事儿没做，但我们是恶鬼呀。身为恶鬼，祸乱人间正是本职，何罪之有？你们干得漂亮，我还要论功行赏呢。起来。我说。都起来！来，论功吧。喜丧鬼，这几场喜丧好玩吗？本座出的主意不错吧？看这群假人假意的东西撕破脸皮，像疯狗一样自相残杀，是不是比手刃他们还痛快？谷主英明。丹阳派藏污纳垢，陆太冲功不可没。你杀光丹阳派嫡传弟子无妨，却把陆太冲气死了。这人本座本要留着慢慢炮制他的。实测，这算是你的过失，本座便不赏也不罚你，你可心服？心服。好，那便来论第二桩功了。镜湖剑派一夜灭门，干得漂亮！是谁干的好事啊？不在这里，那便只有长蛇鬼了。无常鬼，你的手下何在啊？启禀谷主，自出谷以来，长蛇鬼便不再听属下号令啊。无常认为长蛇鬼已经叛变，至于镜湖门派灭门一事，的确应该是长蛇鬼所为，唉，无常无力管辖属下，还请谷主赐我无能之罪。啊？长蛇鬼不服你管了？啊，那也不算什么。鬼谷的规矩历来都是弱肉强食，能者为之。他要是有本事宰了你，本座便提他做十大恶鬼之首。你们要是有本事宰了我，我做鬼都佩服你们。